在演戏的那段时间，刚刚好我花很多的时间在研究奥巴马。如果我去演总统候选人，我怕演成克林顿。你很羡慕他，你很仰慕他，对不对？我开玩笑，我改了。像我就反对你离开蘑菇这件事情。嗯，对，我以为在这圈子这么久，你接了舞台剧就不应该。在当下其实是一个协议。这我听不懂。就是我们都。你说你真的是，对对对，有人指着你鼻子骂，然后说那原来这样，我还是爱你，我爱你，你神经病，我爱你。旁白哥抱抱赖佩霞绕跑剧场认错处理不好，自曝林月贞原神是奥巴马。当您那时候第一时间被问出来说，哎呀，双重国籍来不及，来不来及放弃美国籍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群组很多朋友还有网络上朋友就说，那如果万一来不及的话，可以请隋唐代打吗？我很怀疑这个说法的。是郭台铭钦点副总统参选人赖佩霞开始以政治身份跑通告，依旧保有艺人余性的一面。那你们跟你讲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爸，妈，你在搞什么？很有趣，他们真的以为说我又拍了哪一出戏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们都不敢问问题。你演那个林月贞的时候，人选之人的时候，就是有没有影响到你这次当副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？无啦。他上老友也是娱乐圈大哥大王伟忠的广播节目，更是放松。在演戏的那段时间，刚刚好我花很多的时间在研究奥巴马，就是在台大的 那个台词 有几个是 我写的，然后我让编剧他们看过，他们都觉得 yeah good。 如果我去演总统候选人，我怕演成克林顿。你很羡慕他，你很仰慕他，对不对？我开玩笑，我改了。我们离所谓的性别平权还有一大段距离。刚才赖女士的演说真的非常感人。赖佩霞因从政每天只睡三小时，一星期瘦了4公斤。玉茶体力不支，辞演舞台剧蘑菇，因此在剧场界黑得一塌糊涂。她也面对这题，像我就反对你离开蘑菇这件事情。嗯，对，我以为在这圈子这么久，你接了舞台剧就不应该。在当下其实是一个协议。这我听不懂。就是我们都认知这样做是好的。你说你真的是跟他沟通好了？对对对。你处理 够好吗这件事情？你如果问我，当然不好啊，当然还有更好的方法。有人指着你鼻子骂，然后说你原来这样，我还是爱你。我爱你。你神经病。我爱你。三立娱乐新闻，哎，看来这位副总统候选人有点阿 Q 精神啊！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